没有参加营业中二，必须说他真的好累、哦。是在那边，他是真的在经营一家店，然后一整天哦这样站下来，其实我本来腰就没有很好了，所以站久了其实那腰是会痛，然后循环会变得不好，所以我就只能忍痛的这样离开那个地方。但是我们其实是一个大家庭。这个是520啊，两位有对老公有没有住吗？哎，已经订好房间了。等等，还有一个音乐会要去参加，然后晚上我们会一起在外面过一晚，这样子。嗯，欸，我还没有哎，因为我一早就开始准备今天的活动，然后老婆也带小朋友去上课了，所以一大早很快的，还没有跟他讲到话，他就带小朋友出去了。晚上吧，等我回家吧，再好好表示一下，好好表现一下。好，就礼物吗？啊，自己就是一个礼物这样。不是能够一起在一起陪伴，然后一起讲讲今天的话，这都是很棒的。不是啊，可以在这边采购一下礼物啊。啊，可以啊，对啊，我等下可以走逛一下啊，对啊。嗯。就是听说女儿蕾蕾，就是老婆有说她的长相有问题，有被小朋友说很丑这样子。我觉得。安慰女儿吗？我有没有安慰女儿啊？其实蕾蕾是先跟我讲这件事情的。然后我是跟他，我是也是类似像 Grace 这样安慰他，我说没有，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审美观念，然后你是我们最棒的宝贝，你是最好的，哦，你不要去太在乎其他人怎么样给你一个说辞，做好你自己就可以了。然后他跟我讲完之后，可能也没有得到太好的回答，他又跑去问妈妈这样，所以妈妈才很有感触的去跟蕾蕾讲这些。其实没，他还好啦，就是经过妈妈这样讲，解释之后。他其实他现在还是每天都很开心，没事啊。